哎呀，饿得我胃疼。早晨走着走，没吃饭，这会儿肚子饿了。马上挖完了，挖完了我们吃中午饭去，带大家感受一下挖掘机司机的午饭。今天我们去工地外边吃个路边摊，看有啥好吃的，看看我们工地里小马子还不下班。吃饭吃饭。他呢，主要是给干排水的挖沟吊管子。怎么感觉我今天下早班了？下班吃饭。下班。哎呀，外面这路边摊热闹啊，想吃啥有啥。这边是快餐。转了一圈，我们两个要了炒面条。大爷现炒的面条看起来还不错，10块钱一份，太划算了。味道咋样？我也来尝一尝，给我饿坏了。面条看着挺诱人的，不错啊，色香味俱全。饿极了，已经干完了。干饭人，做什么吃面？这是来着？这臊子面，值实惠啊！你这个一碗定时赚2碗，不够吃了再要的嘛，管饱嘛。对于干活来说比较实惠啊、哦。哎，捞点这个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这两个人看见人家大哥吃臊子面，吃香了，给我捞点这个完了。哎，好。哎，1碗了，2碗，1碗。你盘子呢吗？就拿，哎呀，就拿这盘子，盘子少捞点就完了。够了吧？好了，差不多。哎呦，大妈这个手法挺特别啊，刀切。10块钱够了，我们俩现在又吃第二轮了。拿盘。没事，拿走。这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喂，哥，你坐这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客气啥呀？我把盘子都给收掉。好人，好人。不吃凉粉，腾板凳，美美的干了一肚子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机日常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